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给你们？是因为我自己在考完试要上大学之前，去昌阳买了首这张专辑，然后一个人在房间里听，一直听，然后听到最后一首歌，就是这首《然后怎样》。那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现在就是刚上大学或考完试这种感觉，就是现在上大学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想接下来要怎么办，然后我们要做什么，为自己想一些事情。那于是我上了大学就进了吉他社，好欢迎你加入吉他社。